옛날을 생각하면 매미 소리가 제일 먼저 떠올라. 有着清秀五官、细腻演技韩国演员金多美在新作《灵魂伴侣》亮相，身为单眼皮美女代表，金多美最近被发现撞脸台湾的她。 一边是YouTuber 阿汉，一边是金多美，两人都有圆润的脸颊跟眼型，有脸书粉专抛出对比图，表示一直觉得金多美很眼熟，现在恍然大悟。乍看之下，两人还真有几分神似，网友惊呼相似度高达90%以上。这么说金多美不知道会不会难过，还说尤其眼神跟嘴型真的很像。阿汉本人也打了好几个哈，幽默回是对方像自己吧。其他照片两人的神情也超像。 也被问说真的是普通人吗？너도알아？난가끔미소가부러워자유롭잖아。这回金多美携手全照妮，诠释个性天南地北两位少女间的动人友情。故事改编自大陆电影《七月与安生》，全照妮透露连宋慧乔看完后也喊说令人回味无穷。金多美也分享看剧本时被触动难过的哭了。 是赵四大明吗？搞我对象吗？看看金多美与原作品中同一角色周冬雨都是单眼皮，有着轻盈短发。不仅如此，全照妮也与马思纯巧妙撞脸，也令剧迷期待韩版《七月与安生》带来不同感动。TVBS 新闻张志敏、洪婷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